建议你，你把汤再倒点过来，倒点过来，对，再倒点，全部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是先把它捞起来，不然太老。嗯。然后再重新倒高汤。不是，你就为了不要让冰冰姐骂，我们有一段时间，然后一分钟，我们来聊天。好了，就我这样就可以了。你，哎，你们有四分钟没一起做。对，好，真的好。所以你就把桌子再把它整理一下，整理一下。好，冰姐哦，不错哦。剩下30秒，三十秒。待会啊，真的吗？我这样就好。冰冰姐上来之后，我们会请冰冰姐为你所做的东西讲一句话。那你觉得？他会看你做这样，他讲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哎呦，要挟我！应该是这样，要挟我，差不多，不要废话，差不多，不要废话，不要废话。好，两边请停手。啊，五雄龙刚插回答，五雄一起摇，哎呦，一起啊，你搞砸喽！好，请把冰冰姐请上来。好，来，冰冰姐，刚刚至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请你说出你心目中看到这样的第一句话。没办法，哎呦，不要才有饭暖了，才有饭暖。冰冰姐就带点，听歌听个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听到我家己的歌，我弄安排，我弄安排。但无今卖迄个人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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